满寒窗之间，准备心来敬拜我们神，求神能给我们平安喜乐，那个敬拜他的心，让时间来安静一下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拜时间，他都停不断。谢谢主，让我享受在主里面弟兄姐妹，该享受的自由，该享受的荣耀，跟他一起的荣耀。主耶稣说他的脸在哪里，他就得自由。那千多年前，他在十字架上面死了，三天后复活了。他名字快上去，他天父那边的时候，他把圣灵赐下，叫我们因着圣灵可以得能力。一直圣灵不可以得权，一直圣灵不得自由。我们不再被这个世界捆绑，叫我们对病，对一些说毒品，对一些不该看的东西，对我们工作，对我们学业，自我要求，在主里面这一些东西都不重要。他赐我们的自由是真自由，是给我们一种选择的权利，是给我们一个回应他的爱的权利。我们可以自由选择，可以自由选择去祷告、敬拜，自由选择去亲近他。他也非常鼓励我们去亲近他。亲神的必得福，我们让我们在安静里面享受他的自由，让我们先享受那自由奔放，不用被一切东西捆绑，那个无忧无虑，淡淡的看着神的时间，让我们来享受神的同在。他的美好，想象天堂是怎么样，我们是可以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。主，谢谢你这么棒的礼物，叫我们从此不再当奴仆，而是当神的儿女，可以得福分的权利，可以向你讲话，可以来回应。谢谢。你的力量在哪里？哪里就有自由？世界虽有劳苦重担，求你明白赐我自由。你的力量在哪里？哪里就有自由？世界虽有劳苦重担，
也许你来了很久，像刚刚说，也许你开心不开心，顺利不顺利，得失不得失，这里就是神呼召我们的地方。来到这边就是有同样的心思，我今天来是主日，我们来这边亲近神，你要来这边来。要回忆昨天的呼召，就是去爱他，就是回到他的怀抱，就是进入他的同在，就是温柔的神，是慈爱的神，充满真理的神，他神他保护，他公义的旗。他也有十足的爱，可以包容一切我们的过犯，他有非常认真的爱，认真到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，真的为我们死。死了之后还不放弃我们，还要复活，还要以圣灵给我们，叫我们可以得力，叫我们可以靠他的钢琴，叫我们可以穿他的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叫我们可以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，不致打倒，在困境里面赞美他，在困境里面举手高歌他的荣美。这是这么大的一位神，这么认真的一位神，也要认真的对待他们。谢谢你，我的神，主温柔的神。
帮我支柱，我要献上敬拜，无论遭遇何时，依然要声歌唱。无论遭遇何时，依然要声歌唱。阿爸父，我们赞美你的恩典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要在你呼召我们的地方，主啊，无论遭遇什么样的何事，主，我们依然要扬声歌唱。主，谢谢你的恩典，主耶稣，主啊，在我们的生命，主啊，你放下各样的高山低谷，各样的艰难挑战，也有各样的祝福跟恩典满满。主啊，早晨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，献上我们的敬拜，献上我们的赞美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哦，主耶稣，主啊，谢谢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，流下宝血，洗净我们身上一切的罪污。谢谢你带领我们走过各样的高山低谷，谢谢你不断的丰富恩典，哦，主啊，供应滋润。主，谢谢你的恩典，主，我们赞美你。哦，主耶稣，主啊，早晨的时候，哦，主耶稣，我们恳求主你不断的浇灌下来，你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做那医治、安慰、扶持、帮助、建立的工作。主，我们特别为郑作兄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他明天要来做一个电击术。哦，主耶稣，你医治他的心律不整。哦，主啊，让他的心脏再次的强健起来。哦，主耶稣，主啊，恩待我们的弟兄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看到潘牧师就在我们当中，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你。哦，主耶稣，主啊，上个礼拜他做了电烧术，主啊，一切尽都顺利。阿爸父，你继续来医治，医治看顾潘牧师。主，我们特别来为 April 的姑姑啊，姑丈全家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他的姑姑，主啊，在因为心脏病发，在游泳池。哦，主耶稣，主啊，已经，哦，主耶稣，主啊，去世。主，求主你来怜悯恩待扶持这个家庭，主啊，也安慰看顾 April。主，谢谢你，阿爸父，我们把我们生命当中大小的事情都信托在你的手里。求你来断开我们身上一切的锁链，哦，主耶稣，主啊，让我们守节心清，来到你的面前，来继续来服侍你。主，谢谢你的恩典，主啊，我们啊，按着你所教导的祷告，我们如此同心的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。如同我们每个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